清阿皮也帮东西不喏，哎也帮东西嘛，第一家也叫家你怎么也比如钱不喏，你不看等是你就还是不要嘛，就那路阿帮东买块不要嘛，就那路也的，那 PRF 给都打完个毛公干的，等他们阿皮打完摊上不要嘛，等他们东要呢，就那路等他干了。也帮都在等嘛，比如在我订单批给的不喏。今朝如果喏 ，BRF 给阿配文，不喏的，今朝 BRF 给阿配文，对呀，我今朝也阿配嘛，对呀，我单位摊上没，今朝也阿配文上阿要不？比如是你，你打看八嘎帕路口的，只要业绩八嘎帕阿配文，超要呢不喏，而且业绩。八嘎帕呢？你们哎，业绩八嘎帕阿配文都要收得行，阿龙帮收得行不？直接都安尼呢？业绩八嘎帕阿配文都要存，阿龙帮的订单我就拿入个，订单他阿皮卡罗那些，再要安尼呢？就拿订单先我就留着不喏？订单木都要呢？业绩八嘎帕阿龙要不喏？搞么的都五呢收得行，阿龙帮话订单，困难都是那些呢可能要不？他也留着不喏？假如嘛开开收得行喏？你一旦一发一到夜了，其他人你家备台的，就那嘛阿龙先几把的帮侬，哎嘛就那嘛帮侬，你直播的刚刚没事大爷，帮侬平安会刚刚没事任务也讲么路，到道理没必要呢，阿婆你连马路扒的帮侬，阿弟开开有事吧的，就那路的阿妈心里等那心不嘛，叔叔包帮侬就那路打等那垃圾是不行，那塞的要帮侬，阿姨那塞的要他妈个，明个里个，哎可能要家里个，这里要爸爸的家。Yes, I can't.